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跟杨慧珊小姐同台，跟她同台的感觉就很难说了。我想放轻松一点呢，我怕大家认为我轻佻；我想正经一点呢，我又怕慧珊怪我严肃。不过呢，有一句俗话，我觉得应该告诉大家，就是美女的旁边，普通都是要站俊男。今天我站在你的身边，我觉得又加肯定了我自己。Thank you.